赞成聊聊，说聊聊。社会气氛慢慢开了，因为现在疫情哦，大家已经厌倦很久了啦。啊，就来啦，去拜看麦。这间我刚才又搁唔捌来拍过片咧。我当初啊，啊这阿乌了嘛，蛋黄酥呢，一个30块，还个卖什么绿豆椪。哇，这蛋黄酥我都爱吃，一个30买几粒啊啦。啊，这要怎么买？这到底是要哪买？然后核桃酥，好。哎，迄、那个我的蛋黄酥我要哪买哈、啊？哎、欸，可能无买五粒，要哪咁好？可以啊。啊，买六粒，看哪敢哪较顺啊？哎呀、啊，钱去赚都有啊。啊，这一只沙呢哦，你帮我提六粒好啊。你看了真赞哦！哎、欸，哦，水，哦，这破的我看了较好吃。哦、好来，哎、6.38。哎、欸，无先安尼好啊！啊，我搁看啥物好买哦、啊？你先安尼。哎、欸，这火山豆最好吃呢，来哦！啊，这有咧唱歌，我爱开的。凤梨酥，好，老婆饼，过来，哦，哎，伯爵奶茶，真啊，看到真赞呢，哦，然后这个麻油酪，哦，这个是北港这边的名产，这应该是香菇梗的款啊，香菇梗，哦，来继续啦，牛舌饼，啊，这个不晓得是什么，哦，我真啊，看到真好吃，哦，北港非常有名的糕饼店。千层派，哇、哦，这真正非常之赞。花生糖，哦，啊，但是白龙雪血糖我要控制一下。我们大概就是先这样，啊，我先静音节。动作伤紧，都变伫遐咧偷跑啊！哦，来，然后咱看这個，因迄内底有音乐的，对我来讲是非常之。哎呦，恁遐叫老的，那个，对啊，叫老的。我刚才想来帮你叫一下。对啊，你们看到那个，它是怎么掉下来的？对啊。我来帮你倒三缸，唔要紧啦，系啊。伊种天气收寒，叫崩去无？崩啦！系啊。对啊吼。我想奇怪，哪会崩嘞？系啊。啊，美女辛苦了哦。没，好好谢谢哦。嗯。嘿，我足介爱食迄个。咦，我今仔未满只介爱食迄个呢。咦，我记未满时间食迄个了，啊，未满时间食迄个，我怎么想着？
但我想到，未满之家食迄，我会记那个，他会嚼一种，看那那先，看那那南瓜子迄种迄啊，未满之家该食这一款。我也不知道到底该吃什么酱。伊唔才是该吃这哦，香个袂。哎、欸，那个美女，这个要怎么买啊？你这样帮我用，因为我咧直播较无法度，敢会使？这帮我拣一挂挂，啊，都称一斤啊，你敢会使？一斤哦。就一斤多150嘛。你帮我扣迄个啥？大概这三样，都。一二三安尼，啊！你甲我倒一斤安尼。这是伊计数无够。我见你就甲我扣，无你就扣。一斤吗？无见啊！你都安尼全部综合安尼敢会使？综合安尼大约几个？啊！无见你杀我都买就对啦，系啊。都大概买一个。欸、大概都五个安尼咁好。系啊，因为我唔捌买过这個啦。叫钱呢？嘿，无见你就看那钱叫你得。嗯。因为我唔知道我买爱食啥物，我就三拢中标好。哈哈哈。嗯、你就大概这样抓一下。啊，这是杏仁片的。啊，伊这是较细粒，物件一模一样的对吧？敢是？好，无紧啊，你著看偌济，我这做了了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你就大概抓啦。哎、欸，你著加嘛，无紧的。好，我是做加。好，弄会使。哎、欸，你著。6个。好 ，OK。六六大顺对。六六大顺哦，对哦，这出去就六六大顺哦，我就挡住哦，哦，那就好了，六个吗？嗯，拍水就够了，来刷嘛，谢谢，好。三个在那里呀。比较快咯，就当做炸的，对对。哎，啊，总部来着。好，347，347。哦，347号。好。多少？我今天吃几吧？对。400。对啊。400哦，加400。哎。今天要赚5块3斤，少6个哦。我把那个放碎碎来。我看看它有没有变好吃。还有另外一张没有重收到。所以说有时候是个缘分，刚好东西掉下去，我刚好啊，我知道，这就是命中注定，讲叫我爱买这啦。好，多谢。这就是命中注定，因为同学你知道哦，熊，伊昨仔伫遐，昨仔老了蹦者，我才想着讲要买这啦，哦。